说的是呢，我梦中没出息，是被我捉弄着，怕被爱出息，直到做我好准备就无愧自己，我是你才是最大的 enemy。 大佛曾经固有人间，为了科技安心修炼，也愉悦幸福拆开这颗惊喜，要爱也要照顾好我自己，不是不可控的认定，上天不相信命是我立身的原则，写了女生成长中的一种心声，也是想通过这首歌曲以及这次接力活动，让广大女生重视对 HPV 的预防，预约幸福，远离风险，闪耀带飞。宫颈癌三级预防的策略中的第一级，便是展开健康教育和接种 HPV 预防性疫苗。因此，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张 HPV 疫苗科普表格，帮大家一步到位。中国女性约 98% 的宫颈癌由高危型 HPV 导致， HPV16、 HPV52、 HPV58 为中国女性最易感染的高危型 HPV。 最后，我希望不管是哪个次元，大家都要保护好自己，拥有健康快乐的一生，记得一键三连哦。